营啊，交友啊，不是，是去新竹。那时候好像受到那个指挥官的表扬。哦，对，然后所以好像就送我的那个一只手表跟一双鞋。不是不能送鞋子吗？这个吗？行军可以啊，行军啊，用脚。行军的装备，对，这个是一个意义的感觉。好，那接下来这首那个军歌，我们就是想说难得都要唱军歌，但唱一首是不够，所以我们就搜罗了这个有一些陆军啊，还有海军的歌曲，然后也还有、這個、不管当的是什么兵种，都在里面都会找到刚好听过的军歌，都有。对，或者是还有一首歌也很特别，就是每个礼拜是收看那个举光原地的时候，对，举光原地的主题曲，对，就是每周都要听一次，然后也就是非常舒服，就是吹冷气听这样，是重点吗？好啦，其他三位就是的团员好像听不太懂我们在说什么，对啊，我们是你在开小窗，好啦，我们就带来这首军歌主曲，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是按照那个军人标准，我们刚那样子不太够，不太军人。我们这是阿卡，对，我们这是个抒情版本的，然后大家我们用海 OK 的方式，用阿卡贝拉的方式来诠释这个主曲，这样子，对，不一样的氛围。对，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刚刚一直很想教大家怎么歌，
人生大事，对啊，在你首歌之前，对啊，就忍不住想要交代。因为看大家刚刚唱的太好了，所以又想要再更进阶了。没错，大家刚学会了主唱，然后和声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阿卡贝拉的声部，也就是我们的人生大计。对，大家刚刚只学了主唱和声之后，一定是觉得不够，想说奇怪，还 OK 怎么藏私？就是露一下，我们没有要，我们没有留，我们没有留。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很简单的教大家，就是只要三个声音，我们就可以打出一个完整的节奏。那我们先来教一个最简单的声音，就是大鼓的声音。好，所以大鼓的声音的话呢，大家就想象是在图书馆里面，然后你要跟人家讲啊对不起的时候呢，你用气音讲，对不对？然后所以就是气音的不的感觉。对，所以我们就。对，好，那所以我们就试试看，我们就是发出那个四次气音的鼓，好，对不对？然后它就是那个嘴巴要就是用力的把气挤出来，这样它才会有那个的那个声音哦。好，准备，我们来试试看，三，来。哦，对对对，然后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可以当做大鼓的声音。好，那再来呢，我们很快的教大家就是那个。拔的声音吼，好，那拔的声音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刺刺刺，可是一样是不念出声音的气音的刺，就变成刺刺刺刺。好，我们试试来拔。这很简单，这很简单，我可以。对，超简单，超简单。对对对，会说中文的都会讲，都会的。或者是有时候就是你对别人的那个意见感到不认同的时候，发出那种声音也可以。对，都可以，都可以。好，那记得哦，拔的声音是很短的。好，那所以我们试试看八次这个拔的声音短的，好，快的，快的，好，快，快的，快的，对对，快的，好，大概是啊，太快了，确定，好不好？好，准备三，来八次。哦，有哦，有哦，不错，不错，好，简单了，简单，简单 ，OK，OK。OK, OK 确定是大家发出的声音，会不会是树上的虫发出的声音？OK 的 ，OK 的，大家都那个非常有慧根，对。好，那再来呢，最后一个呢就是小鼓的声音。小鼓的话呢，我们来模仿一个简单的小鼓编的声音。然后呢，就是你要跟别人说哦不客气的时候呢，那个客就是小鼓的声音哦。好，然后一样在图书馆里客不讲出声，那就是气声的客。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一个那个跟外国的朋友那个聊天的时候聊到了小故事。他就说：“哎，你们台湾人怎么那么厉害，都会人生打击？然后你们平常讲话的时候就有人生打击的声音哦，像是，哦，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对话。跟你讲，以后，以后我跟你说，谢谢浩轩，谢谢，确定？就明明在图书馆，就还特别吵，对啊，大声的。”好，那所以我们呢就来试试看这个四个就是气声的咳的声音 ，OK 哦，好，然后把它变得很短很短，像是这样子就是编的声音。好，那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八次这个编的声音，可以慢慢的来。哦，不错不错，好，那所以我们呢就是很难啊，没有很难啊，哎，对对对，呼又咳又吃。对，还好吧，不知可知，大家都会吧，连我都会了。好，那时候我们就先把你其中的两种声音合起来，对，所以我们呢就先发出那个这个，哎，刺客刺刺刺客刺这样，这个舌头会打结吗？啊，不会不会，没有，我们的观众这么厉害，有点刺刺的，对 ，OK 的。好，那所以呢，我们就记得哦，就是换成人声打结音色的时候，要想象在图书馆里面用气音讲话的感觉。好 ，OK 哦，好，准备，我们来发出这个节奏，准备，三，来。哦，有玩嘞，他们有学到嘞。哎，有，很棒，真的有耶，赞，太好了。我们最近也是打算想说要换一个，就是打击手。等一下就那个换一下，加快一点，然后搭配这个主旋律。好啊，对，我们其实有搭配一首歌啦，然后速度要再快一点点，对不对？好，快一点，快一点。那我们大概多快？大鼓也加入了。哎，还没好。好，那所以这个速度大概会是这样子，就是起来。加主持人看看喽，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哦，大家刚刚有跟着小明老师打VP 人生打击吗？还是直接分心？因为现在其实最近这两年来，我们教大家的歌都很困扰，因为我看不到，看不到大家的嘴巴，嘴巴都在动。对，都在。哦。宝宝那天吃口香糖，我们还以为他在打人生打击呢。或是刚刚有人吃到头发。对，好。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笑话，想跟大家分享。多。可以啊，就是有一天呢，小明去爬山的时候，是他在山顶就遇到一位婆婆，对，然后就发现，哇，这个阿妈怎么在山打击超厉害，在山顶做 B-box 超强，对，好强，什么超强，就发出一些，对，他就一直发。哇，好快哦！对对，就很像那种 B-box solo 的炫技。对，就哇，这个快嘴超厉害的。然后我就去仔细看一下他是怎么做的。对对对，然后就说：“阿妈，怎么会就是这么厉害？”就仔细一看，发现啊，原来是有一堆蒲公英的种子都吹到他嘴巴里面了。他想要把它吐出来，这样。我第一次听到，真的假的？我讲过这个笑话。我听过的是风太大吃到头发的版本。我刚刚以为是他在吃甘蔗，我以为他在吃鱼，然后吐鱼骨头。在山上，蒲公英的种子比较合理吧。好，我讲完了。谢谢。然后那刚刚是怎么样？我们刚刚才用到两个音色，对不对？那我们已经有学过三个音色了，对不对？好，那我们那个重新排列组合一下，我们换成另外两种。好，然后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把大鼓，然后跟小鼓加起来。好，所以等一下呢就会这个节奏，它就是。不克不不克。对，先用念的一次会比较好学起来。克不不克不克不不。好，然后我们就换成人声打击的音色再来。不克不克，就声带不要出声音。克。就是要说不客气，但是死不讲气。对，不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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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跳针哎。好，那我们试试看这个也可以搭配我们这个主旋律。对，一样可以加入童年这首歌。好，那所以我们就先来哦，准备一二三，来。旁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怎么有人偷加戏？对啊，那个后面那个没有人在加。刚刚那个最后面咕咕咕咕是什么东西？吃到蒲公英了、哦。对啊，那个对，突然有蒲公英，啊不是，下雨了。好，那再来呢，就是刚刚只有用两种声音嘛，所以我们就要把正式把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基本三的三个元素都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节奏。好，所以呢，等一下呢，我们就一起来发出这个节奏。这个呢是用中文念的话呢，我就会念成不刺客不不刺客刺。所以节奏打起来就会变成。等一下，大家根本没记起来。这是什么不什么？我刚刚是听了什么？不刺客不不刺客刺。
布布刺客布布刺客刺。好，然后我们换成人生打击，没有意思。对，我们换成人生打击的音色，就是。哦，克刺刺，那怎样？布刺客布布刺客刺布布刺客刺布刺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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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布刺客池塘边，地龙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哇，刚刚最大的掌声一下。非常厉害哦！觉得都太没气了，加上了。最后总验收一下，快速复习三种。哎，我怎么考试了？对啊，等一下在下面就大家还记得第一个是什么吗？一开始第一个节奏，第一个是刺客刺刺刺客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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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Okay， 好，然后第二种的话是大鼓跟小鼓，所以是布克布布克布克布布克布克布布克。好，然后呢，这个是刚刚最后教的那个，全部加在一起的是布刺克布布刺克刺布刺克布布刺克刺克刺刺布克刺布刺克布布刺克刺。好，就来验收。好。准备好了，大家大声一点，虽然你们戴口罩。对，让那个气突破你的口罩。好，恭喜小明有万注最高的好好，兄弟，第一种。啊，大家还记得第一种吗？你自己忘记了吗？好，准备哦，自拍 ，one two three four。池塘边，地龙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看游戏的考验，不考不考，考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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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恋的童年，不知课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考试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曾经难买一寸光阴。好像是第一次跟观众朋友那么完整的合过一个歌曲。对啊，好厉害哦！就感觉桃园的朋友特别有慧根。对，请观众们给自己再一个掌声。谢谢大家。好，那教了大家这些这个阿卡贝拉的小技巧之后呢，我们又要回到这个表演的部分。那接下来的这个歌，哎，现在好像有点飘雨哦，大家就是感觉找着。对，我们有棚子。对，我们正前方这块是最好的国语的地方。对啊。
来棚子区里就可以顺便看表演，也要着凉哦。好，那就说到这个往日这个经典的这个歌曲的不眠俗语。